今天要讲乡野怪谈故事，发生在一栋废弃鬼楼。团员丸子在某日经过时，发现建筑残破，不禁好奇想进入查看，但因为担心里面会有危险性，所以果断放弃，只拍下了几张照片建档。今晚团队五人决定一同前往查看，但就在进入时，鬼面就察觉里面弥漫着一股阴森邪气。而当团队一步步往楼上探索时，恐怖又惊悚的画面让团员们吓到不知所措。那个风没有强到会让它震动，感觉是有东西不太欢迎我们来啊。小新，你还好吗？这是大通铺吗？以前小新他们家的神要来的时候，你们都有经验吧？对，等一下叫 King 注意一下小心。好，这是什么？是床板吗？感觉很像是大通铺。我进来看一下。哎，这间好奇怪哦，它里面这个层板下面超多双鞋子的。你看，一双一双的鞋子，而且都是那种工作鞋。真的不想要说一下吗？我眼睛马上看到，手电筒一照到，怎么挂一颗头在那里啊？胆子小的话不要看，真的很扯。不注意了。而且他那个眼神刚好凶神恶煞对着门口。翔啊翔啊，小贤，翔啊，小贤。有听到吗？翔啊，我哪里要求解？等一下，你要看啥哦？请到太祖过来吗？下来。你有打火机吗？要叫他吗？嗯，不用。
小龙哥是中岛万岁。别，快点，等下，较紧啊！还好吗？让他出去一点，出去一点。你可以走啊。对，我等下把宝贝。来，去搞好看下。你先等一下。干咩想好坐？三都不要进来，最好笑。
先离开嘛。哎、欸，先离开，先离开。哎、欸，拜拜，你先走。对，你该花钱，你该花钱。先下去，鬼哥说，先下去了。小钱，你箱拿好哦。又倒起来了。哦，又烧起来了。来，在这边等，你们在这边。你们在这边。